很久很久以前，有很多不可知之地，在那些不可知之地，有很多不可知之人。蚂蚁和苍蝇处于不同的世界，在苍蝇眼中，蚂蚁只是黑点，但是总有那么特立独行的几只，不甘于此，逆境求生，这个世界便不一样了。这是昊天的世界，也是冥王的世界。传说每隔千年，冥王便会发动永夜，永夜将至，黑夜笼罩，大地冰冻，人类无法存活。各宗派派出天下行走，寻找冥王的踪迹。宁缺，砍柴去了。出。
啊！